我们让你上课。还有上一次我帮你们上一课，对不对？今天我不只要帮你们上课，还要帮你们上吊。来，蝴蝶结呛个虾给他们看一下，小朋友怎么呛虾的？你们今天如果表现不好，就要回家找妈妈哦。哇，很蠢。哦，怎么说呢？哦，小朋友很单纯哦，怕妈妈。那怕妈妈。那我也来小朋友呛虾一下啊、哦。怎么呛？你今天赢不了我哦。你赢得了我就跟你绝交，绝交，切八段，切八段，不要合起来。小朋友很怕妈妈，还有切八段，真的，对。但是他们都用手把它捏回来。对，好了，快介绍今天评审了。对，欢迎第一位呢，哎呦，漂亮，真的是，这不是已经这样可以形容她才女啊，才女来的好不好？是，欢迎左安安老师。左安老师，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这边，对对对，你觉得男子汉应该要怎么具备什么条件呢？就是有内涵，外表也要很帅。好、哦，外表可是内在的才华非常好。嗯，所以我们男子汉真的要加油，好不好？真的要比平常更加油。来，我欢迎 Andy 哥，耶 ！Andy 哥今天精神状况还是不是很好哦？你怎么了？对，在调养当中。没有，因为最近身体不适，年纪大了啦，我一样。你有觉得老眼昏花的感觉吗？偶尔有时候会觉得，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知道看电脑在打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怎么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哦，哎，我觉得 Andy 眼睛花，我知道为什么他刚提到夜深人静。最近呢，在网上有个舞蹈红人啊，哦，他编的舞啊，在夜深人静看的时候，你觉得会落泪？谁呀、哦啊？让我好好欢迎他，就是大军老师。哎呦，好，大军，不得了啦，不得了啦！这个得分这支舞啊，对，旷世奇作啊，他已经说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之前那个目前的作品。我觉得直接可以十八禁，这林明翰绝对是不能看的啦。对对对，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因为卓文萱这首得分并不在他专辑波段里面，是他演唱会的一个桥段特别设计的，但这个桥段是当天演唱会的一个高潮。哦，当天没去现场真的很可惜，所以我没关系，掏腰包请了一位摄影师帮我记录这个作品。好，对啊，好，接着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的男子汉尊严保卫战。男子汉分成两组，共有三个对抗项目，累积分数最高队伍可以获得奖金10000元。对抗赛第一站，天王组曲 PK， 两边都将拿出什么天王歌曲来应战呢？现在第一组的舞台上，男子队，而且穿成这样是感觉是把卫生纸都缠在身上了哈。你要唱哪一首歌啊？跟哪位天王？对啊，对啊，对啊，林俊杰的。哦，杰一姐，哪一首？杀手。杀手。加木乃伊。杀手加木乃伊。杀手木乃伊。哦。杀手木乃伊，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吗？嗯，对。有，而且欧弟哥，我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男子队真的是有备而来，因为这四个人啊，全部都是我们男子汉里面最会唱的。哦，对，你们有发现？对，是输的那一队，对。对，上次他们输了嘛，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在人员调配上，我觉得选的非常的得当。真的、哦，有谁意见比较多吗？其实刚开始是博德、我、赵琦，我们三个比较会吵。哦，对，然后就是因为声音，我们声线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声音可能都不太一样，对对对，它比较浑厚，然后我们两个算比较薄的声音，哎，所以可能配合上面不是那么的完美，就吵架，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可能互相帮助，教一点东西，然后又把它改回来，慢慢磨合就。我发现他们其实蛮喜欢吵架，因为我回去看播出，他们练舞都可以吵架，是假的哦，对，就很会吵的。好，为了彼此好啦。对啦，我们现在看一下表演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加油！完美一双手，不会发抖也会痛，交叉在微笑的背后，隐藏危险的轮廓，在你最脆弱的时候，绝不会真相不真实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时候不会痛，不会痛，脚踏的动作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很温暖，很包容，一般还期待，这是幸福的心中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只要爱
在你300里之外，感觉饥饿难挨，只有你填满空白。站起来，起来，这美丽的悲哀，总是爱，总是爱，全世界只有明白。死了这颗心，最好永远存放在埃及，像木乃伊保持着生命，敲也敲不破连世界的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正义，不开了心思看到我都是他的记忆，让我去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上，今天他离门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被抛弃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哭泣。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哭泣最后的一分离，再下去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爱，我不计最后的一分离，再下去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博德雷，博德雷，博德雷，结果他出来一秒就没了。我以为他在后面会换衣服哎。蝴蝶觉得怎么样？我原本以为他会把发热衣脱掉，结果没有。发热衣嘞，这样很流行。你怎么知道那件是发热衣？现在都流行啊。哦，真的呢，都怕冷哦。而且木乃伊里面居然有穿裤子。哦，因为真正的绷带里面是不能穿东西的。哦，你们犯规了，很细耶，很细，真的耶。但蝴蝶姐姐，啊，如果你们没穿裤子，那不能播耶。来问一下评审好了。对啊，来来来，安安老师，你对他们这段表演，那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声音的那个编排的层次非常棒，从声音比较细的男生开始，到后来整个层次很棒哦。那我会觉得说，你们可以在唱的时候，那 grooving 再怎么讲，节奏再紧一点，再太一点，因为虽然是慢歌，可是唱 J J 唱歌是很他的节奏感是很紧的。我开始的时候不会痛，不会痛，跳到的动作就像做梦。你很习惯那个把音拉很长。就是完美的一双手，但是如果是完美的一双手，你知道，短一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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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知道，要那个哒哒哒那种感觉。对，跟音乐你唱歌就习惯把它连在一起。对，这样小小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到后来整个大家一起齐唱的时候就很棒。比利，看完他们这组，你觉得？我觉得，希望所有的观众跟。大家就给他们一个掌声，就是其实他们真的比上次进步很多。哇塞，哇塞，真的好讨厌的，好讨厌的，太夸张了，中间有点酸味了，他们好讨厌的。哎，我这个位置给你坐好了，好不好？我们交换一下。你是诚心的吗？还是在讲诚心？因为我。是真的蛮为他们高兴，只有整个架构跟上一次的表演比起来的话，他们真的有进步，比较完善。那你们的呢？可是他们很好，但是我们要比他们还要再好一点。好，那接下来看汉子队表现了，好不好？汉子组会用什么样的表演来迎战呢？男子组创意舞蹈却换来两极的评价。你觉得很棒吗？对得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太恶心了吧！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演引起？
拍真特，刚赢了什么冷笑着，天下第一的你又如何？你看着我非常无色，我的最要了得，却奈何我那只汉一个，江湖难测，谁是强者？谁同意如你老的资格？笑着你虽然了过去，心色的勇气，去年我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我到处历过，我不说真理就该玩起我，我你敢说是我，我我们心无之手无人能过。也影响得很深哦。对啊，对啊，蝴蝶觉得怎么样？真的很厉害耶，整个气势很出来，而且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好有自信哦。哎，不错不错哦。我问一下大军老师，对于这段表演有什么看法？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两个礼拜没来。哎，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三个月没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次完全不一样了。哇！不管，我觉得他们在表演这件事情里面，不管是投入感或是设计的东西，都越来越进入那个歌的感觉，然后不会只是用你熟知的动作或是跳过动作去填满一首歌，都是有在照着这个歌的意境走。今天两组的表演其实都有很重的文化气息，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中国风，其实两组都诠释得不错。那这一组的优点当然是你们的气势真的很够，因为歌的不同嘛，所以你们气势整个拿出来，而且加了非常多高难度的东西去互相搭配，会唱的会唱，然后会跳的会跳，真正难的技巧大家去再包装它，所以这个表演真的很棒。谢谢大家。而且我觉得其实他那个歌曲那个选的段落接的都很好。对、啊、对、啊、对、啊，双截棍出来整个又是另外一波高潮，就慢慢这样叠上去，一直有往上拉到高潮。对，不知道安安老师有没有觉得这种很 man 啊。然后唯一小小的建议，我是觉得或之后应该有两三个人齐唱，因为突然变得只有一个人唱就突然单薄，因为你们前面或的很大声嘛、哦、对，所以可能两三个男生在一起齐唱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喊到破声了、啊、然后因为我听到后面每个人都已经破音了，变得单薄一点了这样子。对，还是要，其他都很棒，还是要兼顾好听的部分。对，非常非常的棒。对，光气势是不行。但我要问一下，我后面你们对于他们刚专门表演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经验还不足吧，因为就是哇，没有，哎呦有一个，因为这最主要还是要唱歌嘛，然后他的麦已经离很远，他也不会用一些借位的方式让麦拉近。哎，真特，装一个什么冷笑者，哇，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刚刚根本听不到他的歌词。哎呦，来看分数啦，首先看男子队埃及组哦，好不好？安安老师给的分数是。九分，高高的分数。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7分，所以总分目前得到是24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汉组的分数啊，安老师给的分数是
8分。Andy 哥给的分数是紧张咯，8分。大军老师关键这一票啦，给的分数是9分。硬是多了一分啊，1分获胜。第二站日韩团体PK赛，两组人马会带来什么惊人表演呢？目前落后的男子组能够在这个项目取得领先吗？男子汉为了求胜，两队使出最强杀手锏。我觉得今天真的哇，比淘汰赛还难评，真的。整段的表演，我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缺点的，所以非常棒。哇！男子汉的第一场演出，千第二站的日韩团体 PK 赛，率先上场的男子组能够在这回合赢得领先吗？耶耶！手贱了，这个有梗哦。换衣服好快哦，真的耶，超快，我都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换的、啊。你觉得很棒吗 ？Kid 起鸡皮疙瘩，太恶心了吧！太是太我总觉得是最好笑的一个，男生跟女生看法不一样、啊。他们一出来，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哎，假的，要不要不要拿生鸡蛋往你身上卡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好可怕、哦！尼泊真的很大的好意思讲，你自己都扮过女生。如果我扮的话，比他们漂亮多了。喂，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这段表演 AKB48 他们一定会看，你很多公司都会看。我跟你讲，我说真的，他们一定会看。其实拉下来一点啊，这样子。
都曝光了，就快走。我本身是对那个有腿毛的脚白水会是比较有意见。他们刚刚超好笑，因为他们动作都很可爱，那我就突然听到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就开始这边。吓死！为什么阵线不用换啊？他有偶像包袱。他有偶像包袱。耍心机哦！说他排七个，然后他要，因为我要排当 center， 然后他就说他不要，他不要，他对，他说他一直不要。啊？为什么？偶像包袱太重。好，那这样好了，简单，好不好？我来，这个哥哥来处理事情是最公平的。好，来，对不对？那上次那个像嘉伟被处罚也是有真的有做，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们输了。好不好？他一个人他就换女装出来。哇！哎，该塞的要塞哈，好不好？该塞的要塞，该戴的要戴，该刮的要刮，好不好？好不好？就这样，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怎么说。Eddie 哥，其实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去 JPN 去日本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你知道？因为上一次我你说叫 JPN。王者什么叫这种事情啊？对对对，王子也一定会是不换的那个、啊。对对对，我一定会叫他换。我们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艾迪哥就跟我们讲说，哎、欸，我们要唱一首日文歌，王子就很嗨，去找那种偶像团体帅的那种。对对 对， 对，他说我找了一个 SMAP， 艾迪哥一定会喜欢。结果艾迪哥说我要唱 SMAP， 不准 AKB40， 马上变脸。他有哭腔吗？他平常觉得说，那我突然这样讲，那谁练得起来的？他还有哭腔哦，他没有哭腔，只是他觉得很气。他说为什么不能表演帅？我为这个吵多久？你知道那个晚上啊，又还翻脸。大军老师，因为大军老师会日文嘛，我本来叫大军老师教他们怎么唱这个歌。哇，他整场臭脸，你知道吗？臭死了，臭翻了，月球翻了。我模仿一下，模仿一下。哦哦，这么不爽，这么不爽。然后你问他，哎，怎样？然后我们就说算了啦，日本去嗨一下，反正我就说女生看到应该喜欢。诚意嘛，哎呦不错，那就开始跳。对。结果你知道，兄弟，我们去日本，然后我们跳就是跳能唱这首歌啦，但也有小小的动作，没有跳这么完整。嗯。全场嗨的跟着一起唱，你知道吗？哎呦。如果认真来讲，其实他们刚刚那个表演，我真的还蛮喜欢，因为这种风格的东西，其实有跳脱男子汉原本的精神，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冲突。嗯。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不要有太多的包袱。对嘛？你应该。你应该要有一些，不是针对余正宪啊，我好不想看下半身。没有，我帮你们开场，你们能换脚不要张开开、啊。但我真的觉得少了假发啦，多急呀！好、啊，对了，不到假发，而且那个偶像包袱，麻烦先成为偶像再有包袱，好不好？真的，都还没成为偶像要有包袱、啊。但我要夸奖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谁，曾毅翔实在太适合今天的装扮了，你知道吗？他腿还蛮细的，对，而且他刚刚表演的时候，你知道其他人都是，比如说张家伟就很刻意会摆很可爱的表情，可是你就会觉得很想吐，就有点恶，你知道，视线就会飘走，忘记他。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可是张家伟又做得很到位，可是一转过来看到曾毅翔，我就觉得哇，根本就是他嘛，你知道 ？OK 啦，但是我觉得还蛮青春的、哦，青春可爱。但是我现在蛮期待汉子都会拿出什么样的表演来对付他们，因为这一组蛮强的。对，队长，队长的，队长。那个比例最高的还好，我只看到六个林嘉乐。对啊，自亏。哎呦，林嘉乐帅哦，没有没有没有，六个林嘉乐只是抵不过一个原那个原主林嘉乐。原汁原味在这边，你们有什么对策要应对的？没有，我们这次就是教他们怎么跳女生的舞好了。哎呦，也是女生的吗 ？Two in one, I'm best. Oh my god！ 来来来看一下我们那个汉子队的表演。Oh my God.
很意外，明翰跳这个很好看哎，而且很可爱，腰有够软的、啊，超可爱，好看啊、哦！那小学生很会跳舞哎，小学生是高中生啊，高中高中啊，对啦，高中大军老师，我觉得今天真的哇，比淘汰赛还难评，真的，我觉得以 AKB48 这组的话，他们。诚意真的很够，嗯，但是这一组表演的能量跟完整性是啊、嗯、又很强，对、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真的都很厉害。然后嘉乐，我觉得你也找到自己的方向了，他就是适合这首歌，不是啊，他本来就是这种方向的，他也没改过，这表演是最对的，我觉得对，奠定他的位置，天后位置，然后对，真的就是大家跳舞开始。进入表演这个阶段了，并不是只是跳动作了。你们都知道，这是女生的表演，你们身体的用法都已经像女生了，这是你们进步最大的地方。嗯，那刚才那组因为是可爱，所以你要用可爱方法诠释会比较容易一点点，但是要真的用女生的跳舞方式去跳舞，是需要一点点练习跟经验的。那我觉得这点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所以今天的分数我觉得会很精彩。哇，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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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组能够拿下高分呢？汉子组传统创意舞蹈得到评审激赏啦！他们这一组，其实这三段看起来，他们对一个表演的气氛的营造，那个感觉，对，创作力很强。汉子组。逗趣的表演以及汉子组性感妩媚的舞蹈，两组谁能够获得胜利呢？好了，来看评审给的分数了。好，我们来看分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AKB48 的分数。安安老师给的分数是，哎呦，九分。哎，你哥给的分数是九分。啊，徐老师给的分数是8分。好 ，AKB48 总分到达了毛地。26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入围一晚，他入围安安老师8分，Andy 哥给的分数是8分，哎呦哎呦，大巨老师给的分数是有没有记忆的分数9分，哎呀，哇，总分数有一点逆转喽。刚刚呢，我们的那个男子队落后一分嘛，现在男子队呢，在这一 round 他们26-25，哇，打平，打平了，打平打平，现在50-50了，真的让他们追回来，是，哎呦，相当厉害啊、哦，哇塞，好的，哎，那个明翰怎么办？打平呢？输一分，有觉得下次就穿女装啦，是不是？哎，可是他穿女装应该蛮可爱的吧？你说穿女装的同时，旁边那个比利脸有点变哦。哇，比利穿女装应该很恐怖哦。哎，我观众会期待哦。接下来哦，第三 round 要来了，而且这边我要讲一下哦，这次我们有10,000块奖金，又有啊、哦，所以现在50-50，最后谁赢就可以把这10,000块带走，是假的，哇，没有错。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 round 的表现啦，来看一下创意舞蹈 PK， 第三战创意舞蹈 PK， 哪一组能将舞蹈的创意发挥到极致呢？先访问一下，这是来什么？来一招，来一招。这衣服感觉啊，我们是那个百变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对，今天主题是变形金刚。哎呦，变形金刚也是小朋友爱看的哈、哦。变形金刚跟一个摇杆。哎、欸，那现在平手，你们什么话想对你们对手说？如果输的话，真的对谁就要那个了。我想要请汉子队各位睁大你们双眼，看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叫做真正的表演。好，看一下他们的表演。
I'll make your girl cool. Every day I'm shuffling.哇塞，这个男子叠罗汉啊，哇，蛮帅的啊，欸，很凶哎，欸，对啊，而且连 Andy 哥都拿手机起来拍了，来问一下 Andy 哥，我放不下来，口气好一点好不好？口气很不好。老实说啦，我觉得其实到今天我们录到今天啊，我觉得男子汉的精神越来越明显了啊。当然也要谢谢 Denso 啦，大军老师他们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对，那我觉得还有是男子汉也学习，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表演老实说都是靠他们自己独立完成，那以前都是有老师帮忙去做规划跟安排或者设计舞蹈，那这一次很开心的两队的组长肩起了这个男子汉的种植的大任，然后让每一个表演都看起来真的很像我们以前做的年终评比或者是这种红白 PK 赛一样，那那个规格越来越好，然后节目越来越精彩，我觉得在于他们很认真负责做这件事情。那今天这个表演从设计 open 到服装造型到他们所有的这个 idea， 因为我很喜欢变形金刚的这个 idea， 就是月球漫步当初我就是用这个想的，所以我觉得整段的表演我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缺点的，okay， 所以非常棒。哇，下分值的包哎，还有观众朋友注意啦，现在两队是平分哦。对。但是呢，这一队表演完之后呢，男子队表演完，哇，好平。对。但我问一下郑宪，你现在心情有放下那个大石头了吗？爽啊！我怎么有黄立行的感觉？对啊，爽，爽啊，很爽啊，很爽。但是刚才有一段我有特别有意见哦，那个阿雷固的正确使用方法。哦，第一个对啊，正确阿雷固的分解方式。首先把手放在这里，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呢，两只脚先出去。对对对对对，那么细致啊！对，大旋风，高亮旋风，对，然后呢，踏三步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出阿雷固了。阿雷固厉害，正确使用方法，音乐来了，好，好，阿雷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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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每个男生小时候的回忆。好细哦，对，就是要学一下，都要学一下。好，蛮酷的，对，但是不错了。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汉子队的表现，好，加油！哎，哇塞，这个是正头吧？是，对啊，对啊，不是电音三太子哦，不是。哎，可是你们身上穿这个天龙宫，这个是家将的衣服哦，八家将。对，我们当初在构想的时候，其实有想过变形金刚，但觉得那有点老梗。哦，就是因为是创意舞蹈，变形金刚这个东西已经在了，对，而且是舞蹈，就没在跳舞。你的意思是说，以那个华纳威秀来说，变形金刚已经下档两个月了，对。但现在那个正现在是复仇联盟又上来，复仇联盟跟正头现在是已经破亿票房，所以我们想说用台湾特有的文化，然后结合现在比较流行的舞蹈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个诠释。好，那这个很期待你们这个怎么样跟八家将跟街舞做上结合，好不好？很期待，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组能够拿？男子组的创意舞蹈获得评审赞赏，汉子组将会如何应对呢？下班好累，还要打扫庙里。头，那头怎么歪歪的？好，啊，可以下班了。啊，是仙姑对不对？师姐对不对？
啊，开庙了，开庙了！奇怪，这扇怎么掉在这边啊？灰尘。嘉乐，不要每次都这样身摔啊，很痛哎！哇塞，这是怎样？仙姑梦游仙境就对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军老师怎么说。他们这一组其实这三段看下来，他们对一个表演的气氛的凝造那个感觉的创作力很强，所以每一段表演都会每一段那个很明显的氛围会出来，所以看的人都会跟你们进去那个故事或是那个情节里面，这是你们很棒的地方。那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是打鼓，然后黄俊一个人 solo 嘛，那一段我觉得是唯一可惜的地方，因为黄俊稍微表情够，可是你身体的张力跟可能你的肢体没有那么好，所以那段有稍微让你们的气势掉下来。我觉得如果比利来担任这个角色会更好，但我可能比利觉得平常都是他想要让别人试试看，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吧。因为这个特别讲一下，就是黄俊他就是从高中开始对这个特别有兴有兴趣啊。真的吗？特意体质就对了。他是很有兴趣了解这个文化，然后这个构想其实是他提出来，然后我说那不如我们就用他们的威武的那个男子气概的那种感觉来跳框，然后中间再加上阵头，然后就是，而且说实在，我们五个人全部试过，就他跳的最好，他跳的最好，那个份儿，对。你从小会对这个有兴趣啊？我，对啊，你是这应该是家庭，就是从小应该家庭环境的人有庙啊，有什么的影响嘛，对不对？对对对，不是，就是我平常就是我在路上看到那种，我觉得想要去注意这样。真的哦，你不会害怕、啊？不会。哇。哦、他一定害怕的了，我知道了。对，因为林嘉乐是个女鬼嘛。哎，我刚刚要讲的。没有，我反正其实大家都讲开了，我觉得。你要讲什么？就没有，我要讲一下，就是刚刚可能就是觉得，黄俊的动作不够力或者什么，但是官将的动作是有力的，但是家将他是比较阴柔的。哇，还有分哦。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官将。对，官将手的，我们这个是家将的谱。哦。但不是官将的。那官将是谁？官将是他本来是鬼魅被地藏王菩萨收服，然后还有家将是甘流将军，然后还有其他将军，范七爷将军，七爷八爷，对，这些是家将，他们就是将军级，等于一个是检察官，一个可能是管区。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还是有研究过、哦。好，现在呢，我们请这个另外一组组先上台。现在到了公布分数的时候了，紧张啊，最后决胜时刻。两组目前总积分同样都是50分的状况下，男子组顺利的变形金刚武道与汉子组气势十足的传统武道，谁能够获得胜利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男子队，没有错，安安老师给的分数是10分。好，接下来 Andy 哥给的分数是10分。哇，传到可以了，来大军哥，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9分。好，现在呢分数已经是79分。79分，你觉得你们有没有机会连二？有没有机会？因为你们上一次冠军哦。对，上次赢的有点多，这次赢少一点比较好，还是要赢。有信心赢吗？好，首先看一下安安老师给的，哇，好紧张哦，10分，请看一个正线的脸，你怎么带正线的脸？正线好紧张啊！年底我跟你说，现在差几分吗？1分，如果说你也给10分，就够在大军。你要报第一个感觉，还是你要先看大军老师？我先看大军。好，大军老师先给分，大军老师给的分数是哇哇哇！关键，我跟你讲，哎，你哥，你要给8分的话，你们就输了、哦。没错，你们只有9分或10分而已。最后的一把钥匙。阵线到底会不会换女装？全看 Andy 哥这一票，还有男队上次的怨恨跟上一次的失败会不会平凡？我们看一下 Andy 哥的分数倒数：5、4、3、2、1。好的，恭喜电子队。
在线尊严保卫战又是一比一的状况，如果鹿死谁手呢？我们来期待一下了，好不好？但是阵线还是要换女装，哎呀，不行啦，开玩笑的。对啊，恭喜阵线逃过一劫啦！耶、yeah, ，非常感谢蝴蝶姐姐，谢谢。下礼拜继续锁定我爱男子汉。